大家好，我是养和医院注册营养师 Vivian。 在疫情之下，我们不可以经常出街吃饭，就要在家煮东西吃。有小朋友的家长又不想又不可以带小朋友出街，又不想他只是在家玩，那有什么可以做呢？原来我们就可以亲子厨房一起煮下东西吃，健康之余又可以促进下亲子关系。今天我就带了我女女和大家一起教下大家煮下东西吃。介绍一下自己先。Hello, my name is Jocelyn。 咁咧，我哋今日咧煮啲咩嘢食咧？我哋今日煮系彩虹蔬菜煮水饺。事不宜迟，我哋即刻开始。Jocelyn， 你最中意啲咩颜色嘅饺啊？最中意红色。好啦，咁我今日咧就整红色嘅饺子。另外咧，我哋都会整多几款唔同颜色嘅饺子啦。又健康又好味嘅，想做到有颜色的蔬菜饺皮咧，其实个秘诀就是用食物的天然色素，例如红菜头咧有红色啦，我哋揸咗红菜头汁之后咧，就加埋面粉去猜个饺皮，就会有红色的蔬菜饺皮啦。要做到有好靓颜色的水饺皮咧，其实是要亲自整水饺皮噶嘛，咁咧，所以我哋最重要的材料就是红菜头啦，用榨汁机将它变成红菜头汁之后咧，就加埋面粉去猜个饺皮，就会有红色嘅蔬菜饺皮啦。点解要用红菜头呢个材料呢？除咗颜色靓之外，佢入面有一个天然嘅抗氧化物甜菜碱，有消炎同埋抗氧化嘅功效。由于时间嘅关系，我哋预先已经做咗一个面团啦。首先咧，我哋将原本已经猜好嘅面粉团咧，猜成长条形。但是因为我们就不想那些一阵间压的面粉呢，是会那个粉团呢是会黐在这板上，所以我们又撒一点的面粉在个板和那个的柄上。我猜了一个长条形，直径大约 2.5cm 左右，之后呢就用刀切呢均等的分量。大概一個粉團咧，跟翻個材料咧，會有16至20塊不等啦。咁之後咧，將呢啲均等嘅粉團、細粉團咧，就猜咗個圓坨一個波波咁樣啦。猜完之後咧，就攞一個手掌心壓平，就再用咧。呢啲嘅針，用針板同埋嗰個棍咧就壓。其實咧最好就打圈完啦。如果咧唔想做咁多工序，屋企冇咁多時間啊，唔想整顏色嘅餃皮咧，亦都可以買一啲現成嘅水餃皮。咁咧其實咧壓呢啲皮嘅時候，最緊要咧就係最好咧就整到一個圓形。同埋咧，呢邊咧最好咧就薄身少少，咁咧做出嚟嘅餃子咧就會平均啲啦。咁現成嘅水餃皮咧，我哋都預先安排咗。咁如果咧初學者咧未試過包餃咧，我都建議咧將呢啲水餃皮咧俾小朋友試咗先，等佢學識一個包餃嘅程序咧，咁咧就再用一啲自己整嘅水餃皮。但喺水餃皮製造呢啲水餃皮嘅時候咧，其實係好好玩，好似玩泥膠咁嘅。喺搓緊皮嘅同時咧，我哋又可以同時間預備啲餡料嘅。Jocelyn， 你幫我繼續搓皮啊，唔該。咁咧，今日嘅材料係做餡咧，就係紅菜頭啦。首先咧，去咗皮之後切粒，切粒嘅大細咧，我就中意細粒啲嘅。因為咧，當屋企有細啲嘅小朋友，例如2、3歲咧，佢哋都可以食到，而唔會嗦嗦聲。不過如果想有口感嘅人咧，就可以咧整大粒啲嘅。咁粟米粒嗰度咧就係冰鮮嘅粟米粒啦。咁咧其實喺普通凍肉鋪已經有噶啦。而且另外咧就係有碎嘅豬肉啦，同埋咧蝦肉。蝦肉咧我今日咧就用咗新鮮嘅蝦去咗殼，咁之後咧就去腸嘅。冇腸哦。好啦，之後咧，我哋就切蝦肉咯喎。切嘅大細咧，大概好似粒粟米大少少啦。咁咧，切完呢粒粒，
好啦，喺呢个时候咧，我哋就将啲材料咧捞匀佢。唔该你啊 ，Jeffrey， 帮我捞匀啲材料下。咁同时间咧，我就预备腌料啦。腌料方面咧，我哋有用 1.5 茶匙嘅生抽、1茶匙嘅糖、1茶匙嘅粟粉、胡椒粉少少、1茶匙嘅麻油同埋1汤匙嘅水嘅。我个虾咧都捞匀佢，系啦。捞晒，佢哋而家咧，小朋友就最开心噶啦，对住呢啲咧喺度任佢发挥，任佢点捞。其实我就想捞匀晒，唔该。好啦，捞完之后，我哋咧就要腌佢大概30分钟嘅。点解今次会用拣虾嘅材料呢？因为虾咧入边咧有丰富嘅维他命 B12 同埋铁质，可以预防贫血、缺铁性贫血啦，同埋呢个巨大型红血球贫血嘅。而且虾入边有丰富抗氧化物虾红素，而虾红素有抗炎、抗氧化、保护眼睛同埋提升免疫力嘅功效。好啦，当搅匀晒啲馅料嘅时候，我哋系时候包饺啦。咁咧，点样可以黐到嗰个皮呢？首先就系用水啦，将侧边围住个圈，加啲水咯。咁之后咧就夹埋对接咯，摆咗个馅之后，大力一握，接一接，见唔见到侧边有个三角形噶啦？就喺个近你嘅角度接一接，之后咧就继续接。又是近你的另外一边也一样啦，接一接，一路咧就对角咁接。唯一让我发觉咧，喺小朋友有阵时包饺，尤其是一开始嘅时候咧，就系佢接得唔够实啦。当咧蒸饺啊，或者甚至乎如果你想个皮再软啲咧，烚饺嘅时候咧，佢哋就爆开咗，就爆晒啲馅出嚟。所以咧，有阵时你就要帮下你嘅小朋友咧，再握实啲嘅。咁同埋咧，近排咧有好多朋友啦，同我講話，因為做出唔到街咧，做運動喎，淨係留喺屋企食啦食啦食啦，咁所以咧個人咧就越嚟越肥喺呢段時間。咁點算好呢？其實今日個蒸餃咧，每一隻都係得60卡路里。就算你話我唔得閒去自己搓皮啦，我去買一啲現成嘅餃皮咧，大概每一隻咧就50卡路里左右。所以其實咧，就算女士好似我的身形啦，中等身形，我会大概食一餐咧，食6至8隻，其实我已经好饱。但系咧，我又想再多啲菜咧，咁我会加多一碗杂菜啦。咁而男士方面咧，通常食10至12隻左右啦。其实10隻饺夹埋都系600卡路里，一定唔会超标嘅，所以放心。由于时间关系，我哋预先咧都已经整咗唔同颜色嘅水饺噶啦，睇下几靓。好啦，将包好咗只饺咧，我哋咧就放入蒸笼蒸10分钟。喺蒸蒸嘅同时咧，我哋不如睇下粟米红菜头饺嘅营养价值先啦。其实我哋可以用唔同嘅蔬菜整唔同嘅饺皮，有唔同嘅颜色。详细嘅食谱资料，我哋而家去片，拜拜。有很多小朋友都不喜欢吃菜的，尤其是绿色的菜，但是将这些菜混合了饺子，他不觉意就会吃了很多菜，而且会增加他们的纤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10隻的饺子其实已经有5克的纤维，相对于有碗几的菜了。